旗下的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，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独家宣发合作伙伴微博音乐、新浪音乐，微博演出、新浪演出，独家传播合作伙伴新浪娱乐、微博明星。我们要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，感谢每位朋友的支持和热爱。我们相信呢，我们台上的每一位接下来也会带来更多的精彩的作品和舞台，带给大家更多快乐的能量。朋友们，2023夏日限定演唱会要接近尾声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华华的世界里，朋友们。
华家族演唱会一起互动讨论，分享自己最爱的舞台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